像是韩国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粉红色的洋芋片，超棒的，老师你可以吃吃看，或者是这个超好吃的养乐多软糖，那个养乐多对很好吃，还有很红，这很红，韩国超流行的这个小包的科学面，这都是现在韩国有钱还买不到的，就是你只要代购，他可能还要帮你排队去超市所有商家买，你才买得到这个很红啊，这就是一般那个洋芋超红的包装。对，你们不喜欢代购零食吗？对，因为他们不喜欢代购零食。哇，这很好吃，好香哦！哦，而且是鸡汁粉的，对，会回甘哎，我觉得。他们不喜欢代购零食，对，因为零食对他们来讲很有可能会中断或什么。对，但是我现在呢，已经不需要你们了，因为现在我这些东西，我跟你讲，上网点一点就买得到，就是那个网络上非常有名的那个美妆，有没有小什么四五六七八四个字的那一个？你现在不喜欢他们了？还可以啦，但是有些东西还是没办法，还是要靠他们买得到。我们常常因为有职业伤害，所以我们的消化系统跟这个胃溃疡的一个状况。职业伤害吗？因为我常常吃很多，然后而且不定对不定时不定量。他说这个蜂蜜很特别，是因为他那个叫做麦卢卡。这个树你知道它是茶树的一种，它开的那个花，然后呢那个当地的原住民他们把它叫做古法的消炎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况在那边，然后重点是它旁边有数字，那这个呢是12家，等于是医疗的一个等级，那一般保养的话大概是5家，老师可以闻闻看它的味道，然后但是它跟我们一般的那个不太一样，你要试试看也可以，因为我们通常是吃早上起床之前空腹的时候吃这个，我跟你讲吃这个我大概吃了一个礼拜后，我胃不舒服的状况很快解决，而且重点是它是纯天然的，空腹吃对，然后我回来以后要在台湾找一直找不到，后来找到好不容易找到，然后那个差价4000多块这一瓶啊，4000多块，我吓了，我买的时候才60块澳币而已，对，所以加起来的话也是大概不到1000块，大概800多块左右吧。对啊，非常的划算，所以从此我只要有朋友去，而且在一般的药妆店里面，它就有在卖，不用特别去买。